人家说咱们那叫犯傻，到底怎么办啊？要么辞职滚蛋，要么进来大闹一通。知道什么是眼中钉肉中刺了，你去把林强赶走。我必须要的。你这么搞，你置联众银行于何地啊？联众银行是我一手创立，我绝不可以看着它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。我跟你干！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，请关注、点赞并分享，下载 APP 解锁更多功能。我们下期再见哦！